欢迎琪琪。哎，今年贵庚？今年贵庚？24。哎呀，来一个熟一点的。他的小朋友根本就是国高中的年纪，要访问他好痛，总不能问说你们校长是谁吗？对不对？记得陈瑞怡。妹妹跟你长得像吗？我觉得不像。不像。易软吗？不像。同软。同软还不像。不像。来，一起来看看妹妹出场。欢迎一姐。妹妹一姐。真的。没有上一次那么像，眼睛也还好，眼睛反而还不像，也还好，我参加过青年奥林匹克田径国家代表，你们是田径走选手啊？是，对，我们是两个都是，对对，但只有我入选。啊，他哎呦，什么项目？什么了？竞走，那要很快，那很好笑那个。脚会，你有办法示范就是正常走路。竞走很难嘞，这样子，对，所以腰就会这样嘛。快吗？要快吧。来，竞走。他的原因是为什么会变成不能跑起来？对，因为他的脚底板要后脚跟落地，对不对？对，脚跟下，然后膝盖要压哦，压对，然后脚可以稍微离地往前哦，这不能弯就对了，前脚不能弯，前脚不能弯，对，只有一脚，后脚只有一脚能弯，然后屁股要扭，对，因为我每次看竞走屁股都扭，对呀，后屁股要往前扭，现在奥林匹克还有这个奖项吗？有分年纪，18岁前哦，的十几岁出级的，对啦，因为这个18岁前才可以参加，对啊，年轻的当然走得比较快嘛。啊，你们一起加入这个田径队，被路人当面评比长相啊，这个太过分了，变态了啊！对啊，就有一次在路上的时候，然后我们两个一起走操场，对，然后就有路人在打篮球，然后他就看到我们，因为都认识，就是会知道我们是谁，我就听到说，哪有？我觉得妹妹长得比较好看哦。对，虽然我认同啦，我觉得妹妹长得好看，妹妹就长一样，姐姐长得很漂亮，妹妹长得像吕文婉。有一点哈，有文婉姐，但是都是漂亮的，对呀，会气嘛，气就会这样，对呀，品头论足，对，所以你越讲越像，不要讲别人，不要上节目，工作要拓展异性人脉，却被姐姐看不起。我在一中卖衣服，然后服饰店，台中一中，对对对，他有一次他来探班，就想说，哎，为什么我跟男客人就是可以聊到那么开心这样？但我是因为工作，对，然后他就是下班来骂说，哎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接客人？你男朋友不会担心吗？接客人，接客还要招待，就是有点可怕。对啊，他比较会卖嘛。哦，比较会卖。姐姐，你跟我一块住耶。没啥都丢啊。没啥啦。他这个是要高陪啦。有客人来，我们要人来客气，闽南语人来客气，要跟他啊，挨啥子？对对。哦啊，你好啊，怎么样？要会拉哦，哎，浮夸，话术要浮夸，到什么？浮夸怎么样？好，假如说谦哥是你的客人，你卖这件外套，你看这件嘿绿夹克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件穿起来真的是超好看，而且超显瘦，搭不管搭什么西装裤啊、牛仔裤都很好看。真的吗？这一件啊？真的。不会像邮差吗？不会不会。不会像长青树吗？我明天就拿信给你。这一件真的好看吧？很好看啊。小姐，你知道这一件是我自己的衣服吗？我刚进来，我还没有选。不要买。哦，他都走这个路线啦，热情啦，底波啦，对啦，对啦，嘴巴会这个讲好话，客人很喜欢嘛啊。曾经被误会劈腿男友，哎，要死啊！怎么搞？所以劈的人是没有，有一次是姐姐的男友，哎，我朋友，然后看到我姐姐跟她男朋友在约会，然后就是偷偷来跟我说，哎，你又换男朋友了吗？哦，以为是你，以为是你，对，谁叫你男朋友换那么快？长期换男友，快速，差不多一个礼拜换一次吧。没有啦，没有。你们彼此交往的男朋友会不会
认不出来。对啊，会不会有这种误会？我看是下班要接错人这种。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还好，好认的、啊，虽然是好认的双胞胎。那这个男朋友不管是谁的，他是恶意要认错，故意犯案一冲过来哦。反正先玩错了。对，真的有一次我们一起出去玩，然后我们刚好都背对，他的男朋友就从我后面。环抱住，然后我以为是我男朋友，所以我没有配合，没有配合了。你也觉得哦，对，我就没差。我想说哦，我们男朋友，你也配合，然后你调音。那时候我还看着我男朋友，让我跟我男朋友对到眼，对，他有看着我，尴尬，还看着我，我就说哎，要不好意思，傻眼呢。你们四目相交，那这个人到底是谁？他就抱错了。那可以原谅吗？这还可以，至少没有上错床。果然有满成年了。我要说有一次，我男朋友在床上竟然把我叫妹妹的名字，对不起吧？哇塞！啊，因为你们好 turbo 哦。我男朋友是先认识妹妹，然后他把我介绍给他，我是媒人。哎，我突然很怀念访问妹妹们，是啊，这个太刺激了，口味落差太大了。但是还是姐妹情深，妹妹出事，姐姐一定跳出来。遇到被渣男这个啊，伤害是哦，对对，因为我就是渣男吸收器嘛。还有一次就是渣男。对，他有就是有一次被男朋友就是抓到他偷吃，然后我就想说搬离开他家，就请姐姐帮忙这样。然后姐姐就是晚上还带我去喝酒，然后我们差不多喝一瓶半的 whisky。哇！对对对，然后结果就是他突然就是喘不过气，然后他男朋友就载我们两个去急诊这样。对，然后我到途中我还一直跟我姐说。我想要回去找我男朋友，好，然后他就很生气，就不理我半年这样。哦，半年，对，半年就没有联络。姐姐觉得说你该醒过来了，对，你还在那边劈你腿，你要回去劈腿，复合以后得到好结果的比例是零，对，很低。劈了一劈过以后，我们也觉得劈还蛮好玩，还是在劈。哎，对。对啊，先一批再批，你们是双胞胎，永远都连在一起的啦。双胞胎这个后来会两个人交恶很少。那两位有什么要表演的吗？没有。哦，有，你们刚刚那个 talking 就很好了。精彩。好吧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